苏格拉底说过，墨菲定律，李斯特。你再说一遍。二十二碳硫烯酸，拜伦。二十碳氯烯酸，普希金。再说一遍。千禧年难题，切尔夫，本纪言，叔本华。再说一遍。莱蒙托夫，色氨酸，霍格涅夫，斐波那契数列，李小龙，量子力学，伽利奥德曼，促进线激素，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啊！这就是阁楼怪人和他的女朋友啊！妈！拼尽全力，拼尽全力，拼尽全力！他简直就是朵奇葩，他对我使劲的瞪眼睛，还使劲的向我撅嘴巴。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呢，还是他有帕金森，简直就是一个疯子。是个文人，眼神飘忽，略显猥琐。衣着品味非常差，应该是猥琐的正人君子。你说这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能好受？约会行程的主导权完完全全交给你，到哦。合作愉快。约会恋爱容不得半点虚，无为而治，顺其自然，做真实的你就可以了。老天，杀了我吧！